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佩吉卓凯。今天天气有点冷，但是我要赶去高雄参加朋友的结婚典礼，所以现在爬起来好痛苦。等一下高雄见哦。刚刚问了几个同事，他们每个人都已经是在高雄的路上了，只有我一个人现在还在台北搭捷运还没下去，然后一直被骂很废。不过我到高雄大概也一点多了吧。我已经到高雄了，但是时间有点晚了，而且人生地不熟，我真的找不到要去哪里坐公车，所以我只好先坐计程车到那边再说咯。刚刚打电话给我同事，他是说大家都还没有开始吃，然后我现在就要赶路过去。但是我现在就要进去找人，结果是我最后一个到，大家都已经到了，然后现在要去八楼。这里的景还蛮美的，你的景象还蛮美的，第一次到这么高级的地方来。